管住男人的胃，狭隘的女人管住男人的钱，最蠢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身体，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自尊。婚是你自己求，结果你自己承受，我们都不是董伟。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，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他今天不来，接下来你怎么做？他不来就是不爱我了。我觉得我应该考虑一下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了。我来这个舞台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他，你要出来就必须娶我，要不然你就不要出来。如果他来是跟你分手的？我想到这一步了。嗯，你也想到过这一步，真难得，鼓个掌。他还有理性的思考啊。我强势的已经都不会哭了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开门了啊！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按键。